大家好，我是武秋风，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这一款游戏 Stupid Pay， 不是 Stupid Pay 哦，那个翻译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Stupid Goods， 不管它了啦，反正我的人像目前的造型就是一只大象，那它只要点击屏幕的时候就可以跨出一步。他永远都是跨右脚，再点击一下的时候就会跨左脚，跨右脚，跨左脚，哎、欸，踩到线就挂点了，踩到线不公平。那个按的越久，跨的步数越大。回应，当你连续的踩啊什么？当你连续的踩到踩正确的时候，他就会。地上就会有那种黄色突出的，对不对？那个就是有点像是 combo 连续技的加分。那它途中会要经过一些斑马线啊，哇，这里太密集了吧？不行，它每走好像20公尺，每走20公尺就会记录一个存档点。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觉得，哎，我被车撞了。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觉得它还蛮像我之前实况的那个小游戏《长腿叔叔》，就是一个黑色的人在那边走路。不过发现他虽然走路很笨拙，很笨拙的样子，可是其实没有这么难走。这个 combo 现在是加一嘛，现在就变加二，连续下去的话最多可以到加五，加五之后就是它的最高上限啦。然后一直后面一直都要加五。可是如果你走得太慢，譬如说我现在走得比较慢，那他就会没有办法连吸 combo 技，没有办法继续，越 combo 会越多分。我目前最高124分，不过现在连这里都走不过，这一段好难走哦。哎，我到达检查站了，终于突破这里哦。他每那个每20公尺就会有一个检查站。那我现在走了 3.88 公里。哇，走这么远哦。哇，不好。他好脆弱、哦。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也让我想起那个小时候无聊的时候跟同学一起放学回家。然后就会有同学说，欸，我们现在走行人砖不可以踩到线。踩到线就死。好家伙，所以我们就死了。有没有感觉很像在又回到幼年时期？怎么可能？有没有很怀念的感觉？好啦，我们去赢得奖品啦。他每花100块，上面有我的钱吗？我现在549块，每花100块可以抽一次拉霸。那它分成绿色、蓝色和紫色。哎，紫色的装备。他就会戳我一下，我就飞到紫色区，拿到一个头，笑脸哈哈，笑哈哈人，我就变成笑哈哈哎、欸，哦呦，笑哈哈，笑哈哈还没有变比较强，那再抽，真的是笑哈哈哎、欸，是什么？哎呀，绿色就是用脚踢你，哎、欸，拿到一个裤子。嗯，囚犯酷酷。哎呦，这样会不会走路比较不顺呢？拖着一颗球走啊，随便啦，再抽啦。抽奖还蛮好玩的、欸。抽到，哎、欸，又是蓝，又是绿色。中什么衣服？哎、欸，什么灵技？哦，警察衣服哦。哎、欸。他后面好像还是超人装哎哎，拖我那一颗球球感觉真的不是很舒服。再抽，那个如果你抽到蓝色就会有卡车来撞你。哎呦，紫色的哦，最高级的哦，飞好远哦，哇、哦，差点要飞出去哦，魔术先生。哎，我戴眼镜嘞，回，哎，走过去了，哎，来吧。再抽一次，叮叮叮！我觉得这款游戏真的
蛮需要一些技巧的啦。那个要不停的，这个是什么？又是裤子哎，机械裤。哎，我解锁二分之三哎，把机械裤穿起来。我觉得机械裤感觉好像走起来好像比较顺，可以换造型。这里就可以换我们的造型。我有美少女造型哎，机械人装有没有？机械人装加笑脸，哈哈人，危险侠客，音响大师，小凤凰，大笨象，骷髅头。我换这个好了，换这个大笨象。因为这个就哦，这就是我们男主角的名字，可以换女的，他有男女角色可以选。哎，我们走。哎哎，这根本就是史上最脆弱的男人，有没有？玻璃心的男人，只要踩到线他就玻璃心。他有时候要过斑马线，然后前面还有 TNT， 踩到都会死。斑马线还只能踩白格，不能踩在黑色的上面。为什么？而且我真的最讨厌踩这个很窄的路，欸，很容易就踩到了。我先想办法走过这个难过的地方好了。检查站到了。哦不，我好不容易到检查站了，欸，我走，怎么可能？我本来想让大家看出五 combo 的技能，结果都看不出来，好难走哦。哦有 no， 哦跨步太大了，咻，哎差一点点，没问题，走过去了，迈开我的步伐，四 combo 啊，没有了，走太慢了。我四 combo 的时候顿了一下，太可惜了。哎，检查点，五 combo， 哎，不公平，不公平，这对我太坏了，不行，这样不行啊！我走。还我 combo， 五 combo， yes。好啦，我不玩了啦，谢谢大家的收看啦，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本来想说走个破纪录给大家看，让告诉大家秋风随随便便就可以破纪录，结果事与愿违，没有办法，检查站了。哎呦哎呦，说事与愿违，哎，为什么？好家伙！不然走到四公里好了，好不好？我刚才都已经要准备收场台词了。嘿，连续跨，回回四公里了。哎，好啦，完美的四公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啊！这个有日夜交替系统，我觉得做的还蛮精细的。除了它游戏性很无脑之外，游戏性很无脑之外，其实实际上玩下去之后还蛮容易上瘾的，有没有？一关接一关，节奏明快。不行，我不行再玩下去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以后再为大家带来其他小游戏咯，拜拜。